吃饭。这个炖的黄骨鱼，这个黄骨鱼好大呀。在夹着吃吗？不夹是吗？好吃。我拍视频，叔叔阿姨他们都有点不习惯，不好意思上镜。嗯。调了排骨香。排骨香是这样的，29.9块发12根，果木烟熏的。看一下，里边很多肉块的，这种手掰的也好吃。皮很脆，好像是。那个超级好吃。肚子。这一个是90块。肘子吧，红烧的。对。泡水里还真嫩的啊。刚手机没电呢。好。差不多够了，没有太多菜吃完了。那手机用的。喂。你拆一部分吧，不用全拆了。最好这一次最好不要拆，再拆客户会不会？你要先装做法，做完了然后再那个。对。知道。你先让它铺一层，然后铲铲。这凉粉很入味，用肉末，我感觉还有那个，应该是豆瓣，豆瓣印象的，豆瓣的味道有点像老干妈，趁热吃特别好吃。
到嘴就化了，这个馒头。行了，这里还在放啊，等一下下。你上来对。我感觉比凉拌的凉拌好吃。清爽，这还把它拌好，像那兔肉丝要这么做了，等一会再做啊。斌哥，这个凉粉多少钱一半？26。便宜。但真的好好吃，我很喜欢吃。那个我不吃。分量很大很足，可以也行。我老家没有这个。这可以当菜，也可以当主食吧。嗯。时间不允许，时间允许的话，我能吃完这一份。